最无能表现，他是最自私，口口声声说爱你的人，都能因为一己私欲，做出害你的事情吗？那我们还应该信任谁呢？如果能定性的话，何来人性可测？我找了他好几个月，直到找到那收容站，他都没想离开过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的事儿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说的是。 这张照片一旦曝光，我会让你们声名狼藉。没想到他这么卑鄙，胡说八道！我不用你来指点我。我是你的没有过去，可未来的人。这件真相似乎压力更大。行尸如亡者，乔启灵，别说了，知道你在骗我，骗不了我的。逆行你忘了证，这人的这个病不会，只有十一了吧？这个雕像为什么在流泪？ 这个人曾经在这个庙里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了三天。你认识他？他是我一个朋友，你们只知道他叫张启灵，却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。有些情感虽然很短，但已经足够毁了一辈子。赵哥，我终于知道你的身世。 不管人民，给他多少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真相。觉得他是一个让人很心疼的一个人，就是他一直在找寻他自己失去的东西。强大，他不是天生很强大，他也是经过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事儿，然后让自己练得很强大。他也会流血，也会就是受伤，只是他不说，不来表现出这种疼痛或怎么样。因为我就想让我的粉丝生活过得好，我并不希望他们去疯狂的去。 就是为做什么为我做什么，其实先要自己生活过得好。他们两个要硬聊，感觉到我是最好的。我才是真正的好人。张起灵，我。人心根本无法计算，这永远是个变量。